大型工程会不会影响地面或者地底的文物，往往成为焦点。有班人就可能最关心，一起睇翻90年的报道。对于香港一批考古学家来讲，未来八个月将会是他们很紧张的时间，因为他们要在赤立的机场动工之前，将岛上面的历史抢救回来。咁究竟佢哋喺岛上面做紧啲乜嘢咧？系几耐之前嘅嘢嚟噶？呢啲都系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。另外呢一个咧，可唔可以解释？呢个比较特别嘅，系好少见嘅，香港南中国好少见嘅大树皮嘅地方。咁差唔多收工噶咯喎。系啊，差唔多收工啦。今日揾嘅嘢，麻麻地咧。今次由政府委任香港考古学会负责赤立角考古嘅工作。不过就由于经费有限，只系能够请到五个职员同埋七个工人，一起搭船去府地湾开工。我哋有好多问题，第一个问题系交通，来往赤立角好花时间。咁另外，你根本就唔知道地底喺下面会有啲乜嘢，咁你就要选几个点嚟试掘。咁所以有时咧会浪费我哋好多钱同埋好多时间。佢哋揾到一啲嘅陶瓷嘅碎片。顯示在石器時代的中期和晚期已經有人在這裡居住了。